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南。今天呢，受到 PlayStation 还有家乐方的邀请呢，来到我们旺角这里，希望可以帮旺角的单身男女在圣诞节前夕呢，可以找到适合他的对象。OK， 我是燕南，我们准备开始吧 ，Let's go。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有没有单身？我是单身。啊，我帮你找一找，你喜欢什么类型？我不用了，谢谢。好了，不用客气了。你有没有单身？有对象？他有对象？有。我帮你找一个，走走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上班，我在上班。哦，几点下班？很久哎。很久，好吧，祝你幸福，拜拜。你是不是台湾那个？对。啊，对。你在台什么？台进去。哦，不行哦。对呀、啊。排进去啊！你好，你有没有单身啊？帮你找一个，要不要？对呀、啊，看你喜欢什么类型，好吧，拜拜。你有没有单身？有，我帮你找一个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对，你有没有啊？我有。你有男朋友？我没有男朋友，他都没有。天哪，啊，我找两个啊！你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因为下雨啊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。你喜欢打电动吗？去 PlayStation 里面，走走走。我今天做 PlayStation 的活动。对啊，对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Yes, yes。那么突然。有没有椅子？Of course。来两张，这里这里。你们有没有成年的？有啊。有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18岁了哈。对。对，那你有时候成年了吗？成年。好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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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先问你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浪漫的。浪漫一点哦、，romantic。对我好的。好，浪漫的男生、嗯，浪漫就要找射手座啦、啊。射手座很浪漫的呢，我喜欢射手座。真的吗？我射手座的、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还有对我好啊。对你好，贴心。对，贴心。要很帅吗？不用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好好好好。胖胖的可以吗？一点点，不要太胖。一点点胖可以，好，一点点胖。那几公分你能接受？身高175，好啊，175可以啊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娜娜，怎么拼？江西娜，多高？158。没有啊，应该156。156。嗯。什么职业 ？Model。嗯。拍什么的啊？时装。平面，平面 model。那你未来有什么梦想吗？哦，脚好酸。就是赚大钱。赚大钱。对。给妈。给妈妈。对。给妈妈赚钱给妈妈。休闲娱乐是什么？喜欢玩什么？喜欢拍照。拍照。旅游。你拍什么照？我看看。什么都爱玩。我看你拍照的风格。你要看什么？你的照片呢、啊？哦，你有在展场？对，刚刚下班。哦，刚刚工作。哦，好，我明白了。嗯，我明白了。你是什么星座？摩羯。最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什么？吃辣的。辣的。对啊。我也很爱吃辣。是吗？我喜欢去台湾。真的吗？你可以来找我啊。好啊。单身。我没有。确定，确定，好不好？那你去的地方有帅哥吗？要很远吗？远啊，铜锣湾。哦，铜锣湾了，好吧，好吧，祝你幸福。真的没有单身哦，我的女生很帅，对吧？很美，刚刚的。好好，拜拜拜拜，配对啊。黑蓝，我知道你是谁，黑蓝。对，很美。好吧，好吧，祝你幸福，拜拜，拜拜。那你有没有单身？真的吗？加油！你没单身了、啊？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拜拜拜拜。这个是外国人。对。你会不会 Chinese speak Chinese？ No no no。OK， 拜拜拜拜。什么？你有没有单身？有啊。有啊。我带你去认识女生。我找到了。真的、啊？真的、啊。你几岁？你记得他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我是黑男孩，我是专门在做配对的。你跟我走，你跟我走。Let's go, 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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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t's go. 要配给谁？男，好好。你是混血吗？我不是啊。不错，感觉像混血。你做什么工作？Sales. Sales. Oh, wonderful. 你几岁？25岁。漂亮。25刚好。
Yes， 酷毙了，酷毙了，请坐，请坐。有没有英文名字 ？Mango。什么？你是念什么大学？念什么科？电影的。哦，你读电影的？电影，电影。多高？183。183。未来有什么梦想吗？就是想多去其他地方旅行。喜欢旅行。白羊。白羊座，白羊。休闲娱乐是什么 ？Hobby。休闲娱乐。篮球。哦，喜欢打篮球。篮球。篮。音乐。那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有一个妹妹。有一个妹妹。妹妹生日你会送她礼物吗？会的。哦，你送她什么礼物？这个项链。哦，送他项链，哦，好可爱哦！你现在主要是做什么的 sales？ 项链，项链，哦，项链，项链，项链，精品，对啊，精品，精品。你的头发是去烫的还是烫的？好烫的，我以为你自然卷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来来，女生要来了，起来，起来，站这里，站这里。好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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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放松猫，女生很可爱，你会喜欢可爱的吗？可以，还可以。好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好，马上进来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蛮成熟的，一干干净净的，它叫做 mango， mango， 183公分，25岁，很喜欢旅行，跟妹妹很好，他说买项链送妹妹，对呀对呀，喜欢吃麻辣锅，真的吗？对呀，可以陪我吃，可以啊，陪你吃，他最喜欢打篮球，那他有一个特别的梦想，他想要当电影导演。所以他现在一边上班一边，他是卖精品，对，一边上班一边在学电影。好，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。好了，背对背。Oh my god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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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楠楠，156公分，摩羯座，目前是平面模特儿。对，好，那在我右手边呢是我们的 Mango， 183公分，那目前是卖精品。OK。那我现在数到三呢，你们就可以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对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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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美女，怎么刚才都不笑，看到美女就笑了？你怎么这样？很坏哦！你也喜欢打篮球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们在哪里打？我们我家附近。你家住哪里啊？黄大仙。哦，黄大仙。很远吗？不远、啊。哦，不远，可以。啊、那你可以去找他。对啊，你可以去帮他加油。对。你要拍一些微电影，可以找他。可以。对啊，因为他想当 producer 嘛，他想要当制作啊。对啊，你有什么 idea 想法可以跟他讲？可以。对啊，他很爱吃辣。好啊，一起吃辣。对啊，他也很爱。最喜欢的是吃辣。没错，你看穿这么红，一定是很喜欢吃辣椒的人呐、啊。你就是一个小辣椒。就是、给人知道我喜欢吃辣。可以。那你们交换一下那个WhatsApp。WhatsApp。对对对对。好啊。那个，有胡子可以吗？有胡子可以吗？可以。对呀、啊，来壁咚。壁咚。壁咚来，来啊、哦，十秒、哦，预备哦，真诚，真诚。3、2、1 ，Go！ 10、9、8，不行，不看。7、6，他很高。5，他183啦。4、3、2、1，可以。怎么样？怎么在笑？什么感觉？害羞、哦，有一点。有一点了，恋爱的感觉啦，可以，开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最后呢，我要打一个分数喽。对于这个新朋友，1到10分，好不好？打一个分数。那我先问女生，好，那你去那一边。啊，靠近一点。还好吗？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只是话不多。嗯。这是害羞的。可能他害羞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所以我就挺可爱啊。蛮可爱的吗？啊、好啊。还反，好好，那你会给他几分？1到10分，好，8分。哦，还不错。对呀、啊，那有要多认识哦。嗯，对啊。他实在太犹豫了，他刚才被我访问的，就完全都不笑的。害羞就不会跟别的女生聊天了。哦，这样很好哎。对。
可以可以，好，那我去问他，我去问他。好好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你会给他几分？满分是多少？满分是十分，九分吧。哦，九分很高哎，为什么会给九分？因为他，我喜欢想要笑的女生。哦，那就对了啊，那超爱笑的，他很活泼，刚好跟你互补。你这么近，他很活泼。对 ，perfect。OK 吗？啊，找到你的青春了哈，找到你的春天了，找到你春天，走走走，加强，棒棒棒，太棒了，暖暖回来，看嘛看嘛，好，你知道他给你几分吗？几分啊？不要说不好的吧。啊，好了啦。真的吗？他给你九分。九分、嗯。对，因为他很喜欢爱笑的女生。刚好你很爱笑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喜欢爱笑的女生？因为他不爱笑。好啊好啊好啊。那、啊、你们现在双方呢给七分以上了嘛？我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互动，一到五的数字选一个。嗯，七。公主抱。真的吗？我全真的。就这样子。好。对呀、啊，公主抱是吗？那你选一个数字。二。二，脸颊亲两下。对呀、啊，你要哪一种？你要公主抱还是脸颊亲两下？都可以的，女生选好不好？脸颊亲两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你要亲他，还是他要亲你？他亲我。好啊，好啊。亲他，他会有好处。好好好，那你要亲他两下。你真的单身吗？你要发誓哦，你要发誓、哦。真的，真的发誓哦。对，发誓。不能有问题哦。对的。啊，这我很怕这一种，这一种桃花眼的男生最可怕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专情哦。对。虽然你没有女朋友哈、哦。可以。好，发誓吧，他都发誓，我就相信他了。好。好啊，好啊，那你就说。你就说囡囡，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那你就说什么惊喜呢？嗯，那你就亲他脸颊两下。好，朋友，好来哦，准备好了没？预备，友情的互动 ，Go！ 你要说你要给他惊喜。好，友情的互动 ，Go！ 哦，我们要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两下。礼貌，他真没有真亲到头发而已。来加分加分，加分加分加分，可以可以，给你加分加分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拍照，再见，拍照，可以，很搭了很搭了，好，打游戏 ，Yeah， 我们俩厉害，厉害哦，你好厉害哦。天哪、啊、，Mango 做的像在复健一样。是谁赢？哦，你赢，他赢几分？好啊，那你要请他吃饭哦。可以。好，愿赌服输哦。可以。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你再约他好不好？圣诞节下班或是怎么样？可以哈。好啊，拍照给我看哦。如果你们有吃饭的话，好不好？那祝你们幸福 ，Merry Christmas。Merry Christmas。对呀、啊。厉害。输的要干嘛？输的要怎样？不是我说，你说、哦。我说，我讲。输的要，输的要学猪。不是吧？输的要学猪叫一声。我说了算了。啊，输的要学猪叫一声哦。天哪，你也太强了吧！你已经燃烧到爆了耶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。下面是他。哦，你十万分。哇，你只有两万分，你输了怎么办？输的要学猪叫哎、欸！我试试看。好。好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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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，你们要当好朋友哦，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祝你们好运，圣诞节快乐，拜拜。谢谢。拜拜，我放我 YouTube 哦，我放 YouTube。